快点啊，得手了，快点过来啊，什么事？怎样？有人发现了？我说喂，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快点啊！喂，停车啊！停车啊！怎么停？你额头那里不是写着好人吗？你怎么好什么人啊？啊！赶紧啊！打电话叫你家人拿500万现金出来选你手里。我多了吧？怎么多了？人家那边就说给500万。我家没有那么多钱呐、啊。哎呀，知道领导了还在那嚣张狡辩，我就不信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是个富家千金，你还没有钱呢、啊？真的没有钱？要不我带他进去聊聊天？哎呀，不行，你这不新鲜了。你是啊，这不是你想的吗？赶紧的，这不是你电话是吧？打电话给你家人或者你男朋友500多万。回来，真的没什么钱的。不要脸姐妹，你的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啊？还钱就去借，就让他去借。哦，你不肯给钱也行，要不我们把他拉去窑子那边，不给那个金三角老板了，叫他去窑子那边。你这个赚多了。我打。赶紧的。不要说话呀、啊！喂，亲爱的男朋友啊，你赶紧来幸福村这里一趟啊！你怎么了？被人家绑架了！那又什么叫绑架？你说被碰瓷了？要500万呢、啊？你没有那么多啊？你没有你就去借呀、啊，说信用卡、啊、借高利贷也可以啊。你不认、哎、你不是认识你的妈咪吗？她很有钱，你借她先借着嘛。啊，就是这里了，小声一点啊，有事吧？好。我在这里等你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人来挺聪明的嘛！啊，过来。抄水表的。就人家那里有水表抄啊。怎么？滚！你出去，你小心点干，要被人发现了。可能是说都有人教啊，教了没有啊？教了。你给我老实一点啊！哎呀，嘿，别走！哎，老快点！哎，嘿，哎呀，别动！你们别跑了。哎呀，你先放开我！大哥，包，你不要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听我解释，这个是我大哥的前妻呀、啊！前妻，我都不认识你，我看上你大哥了，你认识吗？我看你不像啊！怎么不像？他跟我大哥离婚了，把那个几百万卷走了，把孩子都拿走了。我看得上他吗？那你说是你大哥的前妻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说出来。大哥，这是我们家务事，你们管不了的。说出来啊！管什么？都放了吧！放了，放了，我做婆娘啊！哎，有力，把我大哥的钱卷走，你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啊？啊！这是你大嫂，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！我凭什么不能打啊？我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这个没，我等车的时候他喷了一口烟，我迷迷糊糊。没有我嘴，不能打人啊！就是人贩子，你们才是人贩子啊！你全家都是人贩子。既然说不清楚，我们去派出所的啊！哎，跑啊！真的是人贩子来了！一说去派出所就无理尾巴就这样子啊！你怎么聋了呀你？啊！赶紧放开我！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动不动不是故意就是有意的。哎呀！要不是我们借了那个高利贷，我也不会这样子做的。人家老板说收购单要500多万呢、啊。这么快就交出来了？啊、不是吗？人家说想要发家致富就要走捷径嘛，就他了。你干嘛不把你自己卖掉啊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你自己不把自己卖掉？人家都不要我，你长得那么好看，人家就是要你这种啊！我们认栽吧。我跟你说吧，你卖了我，我男朋友怎
哎呀，大哥，老子把衣服走。别说那么多，把屁股洗干净，把老李做成。哎呀，做你是嘴麻烦你们好。不要做，家里面哪有鸡巴十岁的老板？不要做啊！打感情牌了是不是？赶紧走。哎呀，像他们这种人贩子，必须要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对，走，走，走，不要啊！都怪你啊，就专门这样。